Dinner time, baby, baby. Dinner time, baby, baby. Dinner time, baby, baby. Dinner time, baby, baby.你没出来的，你让我吃鱼肉，吃的感觉我吃什么呀？可大家的什么什么狐狸精？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谁？再多看一眼，一眼就会爆炸，再近一点就要被融化。想要把你带回去啊，贝贝贝贝，不管你从哪里，都想见的是你，悠悠，你拿我怎么样？哟，对，真的唱的不错，真的唱的不错，就是开头，开头有点紧张吧，我觉得，但是后面。其实我有听过他的音色特别的独特，再其次他的音准特别好，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让我感受到他特别努力的在练习，我觉得这三点就足够让我觉得他非常优秀。OK，我觉得这位粉丝首先他的音色特别的独特，再其次他的音准特别好，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让我感受到他特别努力的在练习，我觉得这三点就足够让我觉得他非常优秀。而且你像我写这首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的时候，其实写给他们也考虑到让他们来学唱，我觉得他们能够想到一起来练习学唱这首歌，我特别期待他们有一天合唱给我听。然后你要说我给他们建议的话，没有建议，非常棒。要不要再翻来一首？好，我们再翻一首。真的唱得不错，真的唱得不错，就是开头有点紧张吧，我觉得，但是后面其实我有听过，我有私下其实有去听他们唱，我觉得这两位都是唱得特别好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但是大家还是练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为主啊，就是 It's You 这首歌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尝试，因为这首歌它是比较怎么说，我个人风格加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去，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建议去尝试。不过我真的觉得唱得挺好的，首先我觉得他的音准非常好，然后因为他现在是低八度嘛，也是男生的 key， 所以我觉得你们唱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就好。所以你要不要建议，就听你夸奖粉丝那么多，那你要不要建议他们改个名字，不要叫求求再去跟粉丝叠唱了？我觉得就是求求你们多唱一点，我等你们大合唱。其实都喜欢，我比较想要自己是男人型。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都不要你们。等我哪一天想到了，我就会去做了，我估计。大葵，因为大葵可以保护小葵。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也是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东西的。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，如果你要跟我说单独一个 pose 的话，那就是这一张专辑。没有，我现在 pose 很多。那我觉得还是拍摄 MV 的时候再给你摆。因为懒得剪，可能在耳机这件事情上面总是搞不定的嘛，就是总是解不开吧，可能。我最近没有，我比较喜欢的是篮球、游泳、滑冰。我首先特别感谢大家特别喜欢这张一的这张专辑，接下来我也会持续的去做更好的作品。啊，我现在也在准备我的舞台，马上会带给大家。
接下来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好好的期待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喜欢我的爱坤们能够好好的学习，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是一件很好很美好的。